于心梅呀、啊，你何苦对自己这么狠呢？谭振刚，你不说我也能猜出来，金子就藏在这废墟里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告诉我金库到底在哪儿，我饶你一条活命。如果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带着我妹妹走。如果你继续执迷不悟，舍命不舍财的话，为了朋友，我可以舍命；为了正义，我也可以舍财。只要物尽其用，财尽其力。但是我不会把金子在哪告诉你，因为那是我阿爸，还有我义父以及所有的革命党人，为了正义的革命事业仅留存的。我不会告诉像你这样的卑鄙无耻之徒。今天我就要看看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我的炸药硬。把他绑起来。走。来人，把炸药给我布上，我们送谭少爷回家。真是一个少爷，上个天还得这么多弟兄伺候着。一路走好，我就不远送了。弟兄们，走。报告，准备完毕。电话是。韩志刚，我可已经点火了啊，但是引信很长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告诉我黄金藏在哪儿嘛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要说他不是共产党，我跟他急。看看，大哥，我去呀、啊！大哥，大哥，里面的人都跑了。
你跑不出我的手掌心！快给人一线，把这全部炸平！是。 准备送他去陪咱们阿爸，走得快的话，没准能赶上一波过奈何桥。郑刚，你疯了！郑刚，拉着他！郑刚，郑刚，郑刚，郑刚。 行了行了行了，你男人有9条命，他跑了，早跑了。真的没死。就冲你这个痴情劲儿，你迟早要吃亏的你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。 里面有好多黄金，你没看错，没看错，真的，里面有一大堆呢。哎，哎呦，哎，何队长，您这是要干嘛呀？干嘛？弟兄们。 给我每个房间仔仔细细的搜，是。来，长胜，我多希望在我孤独难受的时候，有个人能陪在我身边，哪怕他一言不发。长胜，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？ 都清点啊！这里毕竟是老县令的府上，你们呀要懂点礼数，知道吗？嘿，我让你轻着点呢，讨厌！队长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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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队长，没有。卢夫人呢？您要是知道谭振刚的下落，不如就告诉我们吧。 免得惊扰了府上，再损坏了什么值钱的物件，我的心呐，还真就有点过意不去。我的府上最值钱的就是我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刚被你们抓走了，另一个也失踪了，生死未卜。除了他们两个，你们随便拿，随便怎么了？哼。 干什么呀？这是谭振刚人呢！哎呦我，你们也不动脑子想想，你见过哪个死刑犯辛辛苦苦从牢里跑出来，往家里跑的？真不在，该上哪儿找上哪儿找。哎呀，甭给我废话，搜！快快快！哎哎哎哎，搜仔细点，你就翻个底朝天，要把人给我找出来。行行行，不嫌麻烦你就搜啊！ 说这老百姓花钱，他们养了你们这么一帮猪脑子。什么？你说什么了？我说什么了？不，你这么看我干什么？我想共产党啊！哎，我就是共产党，你赶快把我抓走吧，我正愁没饭吃呢。就你还共产党啊？呸！有没有？小姐，少爷在街上到处搜捕谭少爷。 都是警察，我看样子还没找到。小姐，你放心吧，谭少爷福大命大，不会有事的。我怎么能放心呢？开平就这么大，我哥挖地三尺肯定要找到他。
车站码头全都封了，他有家也不能回，身上还有伤。也许谭少爷在大少爷封城之前就逃出去了呢。但愿是吧。警察来了！警察来了！站住！ 滚！来，找人没有？没有，继续找。正刚。 你现在到底在哪儿啊？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希望你能活着。你怎么敢来这里？我哥到处找你呢。最危险的地方。 这是最安全的。他可能晚上还会回来。回来就回来呗，难道你会出卖我？你吃饭了吗？还没呢。等我一下。 小姐，刚要去叫你呢，赶紧坐下来吃饭吧。你要干什么？回房间去。一共就我们两个人，你就不能留下来陪我做个伴吗？你自己吃吧。我还吃什么呀？ 我就不信他插上翅膀飞走了，你的人到底是干什么吃的？他们有没有尽心办事儿？吴副官，您要这么说，真是冤枉兄弟了。那谭振刚是从大伙眼皮底下跑掉的，又不是我一个人放走的，我的人没用，不尽心，那你的人不也没看住吗？ 算了算了，兄弟，刚才呢，算我是一时性急，啊，千万不要放在心上。这样，明天我打算开一个庆功大会，把那些刚抓过来的共党分子公开处决，然后把黄金亲自押送回省里，面见谢厅长。到时候，开平又还是你一个人的地盘，没有婆婆管着。 所以呢，在我走之前，你跟兄弟们还是再费费心，一定看好人贩和黄金，千万不能再出乱子了。吴副官，您放心，您的事儿啊，兄弟们一定会尽心的。您这次立了这么大的功，那是前途无量啊！这以后啊，不还得靠您多提携提携吗？不是。放心吧，兄弟，亲不亲故乡人。 我会的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哎，反正他们不会天天戒烟，等他们松懈的时候，我会找机会出去。大少爷，您回来了。嗯。嗯，您吃饭了吗？您要没吃饭，我把樱桃叫下来。不用。 吃过了，小姐呢？小姐这个点应该睡了。你也早点睡吧，我这儿没事了。谁呀？静雯，是我。哥，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有点，你把门开开。
哥，静雯，脸色不太好。有吗？还好吧。我知道，这两天你心里不好受，哥心里也不好受。阿爸和你阿妈刚走，我又整天在外边奔波，你一个人在家，连个主心骨都没有。不过没事，很快就好了。明天等开完庆功大会，把那些共党分子处决了，我就可以押送黄金回省城了。你今天晚上收拾一下，明天跟我一起走。哎哥，我不想离开开平。为什么？放着大城市的好日子不过，你干嘛非要守在这小小的开平呢？我跟你说，你哥现在在省城混的是如日中天啊，人人都得捧着你。我还可以给你找一个好婆家，比那个谭振刚好上一百倍。我想留在这里给阿爸阿妈守孝。难得你有一片孝心。你要是暂时不想走，过一阵我再来接你。哦，对了，这两天不要上街乱转，我怕有乱党分子闹事。哦，知道了。刚吃饭？吃过了，还没收拾呢。别太难过，该吃吃，该喝喝。阿爸阿妈陪不了咱们一辈子。谁走了，日子该过还得过。我睡觉去了，啊，明天一堆事儿。晚安，哥。晚安。听到了吗？明天开庆功大会，我哥去省城，你趁这个机会离开吧。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我就有哥哥一个亲人，你放过他好不好？你想多了。你向我保证绝不伤害我哥哥，静雯。你不敢做承诺，是因为你心里不想放过他，对不对？我是绝对不能让那批黄金落在他的手里，让他助纣为虐。我会尽我的所能把他拿回来，还有张医生，我会把他们救出来。所以呢？我尽量的不伤害他，只要他不成为我最大的阻碍。你保证？振刚，最近发生的一切事，让我的心好累好累。我真的不希望再有任何人受伤。Thank you.
我奉上峰的命令，今天在这儿啊，公开的审理处决这批共党的叛乱分子。啊，当然我对上峰的这种做法持有保留的意见。谁让我们都吃官饷的吗？对不对？还有这个古一德，啊，到现在还不来，他揽的事儿，什么意思嘛？八成又抽大烟去了。何宇。 就完了，是我。 兄弟们压着黄金先走，我不走。走啊！行，那你自己小心。 上车，动！进来！开枪！打他！少爷！ 什么？古一德这个猪脑子，赶紧给我设卡拦截，必须把黄金给我劫回来。把黄金带回来重赏，带不回来，你就去给古一德陪葬吧。喂。 给我去开平警察局。喂，喂，怎么断了？喂喂，怎么回事？谢厅长。
这一枪，我是为了铁头大的。这一枪是为了我自己大的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，脑袋不只是用来戴乌纱帽的，还需要装良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特别想知道你的脑袋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。 田兄，对不起，等将来吧，将来我心里一定给你留个地方。张大夫，啊，谭老板在吗？他在里面呢。谭少爷，张大夫来了。张大夫，你怎么才来？快里面请。 张医生，你来了，刚才我还说到你呢，不错。我是说好昨天能到吗？路上出了点事儿，我办完事儿就马上赶过来了。少爷爷来啦！都长这么大了，真像他爸爸。哦，我们说正事儿。上级指示购买的那批盘尼西林准备的怎么样了？ 如果备齐了，这次我要全部运走。根据地那边药品非常紧缺，你能运多少，我就帮你准备多少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？从来没有过。放炮！送到后边去，抬后边去。
兔崽子光放冷炮，他们怎么不冲啊？他们，管他的呢！再坚持30分钟，我们就算顺利完成阻击任务。哎，我说你整天戴这么个破帽子，臭嘚瑟啥啊？不是，你管我，我缴获的不行。哎，过来，干嘛？ 你过来呀！坐坐坐，你干嘛？你坐下来。你干什么？给根烟。我没烟啊。不可能都知道你那有存货。真没有，真没有。你干嘛？你兜里装的是什么？我，你，哎，你别瞎摸！我给你。你看看，这不是烟盒，这是什么？啊！我还不知道你，你轻点。你。 你看我儿子像我吗？陆传胜，我有的时候真想不明白你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啊？你说你好不容易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一个姑娘，啊？管人家谭俊刚叫丈夫，好不容易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小子，也跟着管人家喊爸爸。你说你图点什么？你是图什么？图什么？那叫革命工作需要。 我说说你吧，说我呢，明明心里喜欢那幸福的姑娘，连当面说一声再见都不敢，甩给人一背影，装英雄。现在呢，一个人惆怅了吧？现在啊，不是那个啥了吧？我跟你能一样吗？啊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静雯要是跟美姑一样，眼里心里都有我的话，我打死也不可能放手啊！我，他能一样吗？ 关键是静雯她做不到，我又不想让她勉强的接受我。我就想着说，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，她哪怕有一天，她在心里面给我留那么一点点小的缝隙，就像那红旗一样，她只要能冲我招一招手，我义无反顾的我就冲过去。 红旗，铁雄危险！铁雄危险！ 挺住啊！你一定要挺住了。行了，我怎样？我知道。天雄啊，帮我照顾他们。传生，你别说，你别跟我说啊！我不帮你照顾，你自己回去照顾去。你跟他们说，天雄。 你听我说，在生活中，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不公平，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伸张正义，向前走，一定能寻找到光明。传生。 传生。
铁头，吃饭了。哎，快过来。来，喝碗水吧。看你，慢点。夫人，您喝点汤水吧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也别太为难自己了。我知道。可对于我来说，他们就是出远门了。这次呢，出得更远一点儿。想啊，心里会舒服一些。原来我一直在怪别人呢，怪长胜，怪他们心里没有这个家，怪他们不肯安定下来。我知道，卢家的男人呢，都是以天下为。既然这样，还不如让他们走得舒服点儿，穿着我做的鞋，走得更安心一些。我以前要是这么想就好喽。这些小少爷一定能穿啊。夫人，你一定累了，我送你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我是累了，这二十多年了，我真的累了。夫人。阿妈想你们。